Welcome back to Razorpop, and the spotlight today falls o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Mandopop stars. While Taiwan is the epicenter of Mandopop, China has also been producing its fair share of music talents in recent years, like 超级女生 Li Yuchun, who after all will also get people to sit up and listen. Joining in this discussion are Darien and Arkan. Hello. 我没有在笑你，没有，我们只是听到超级女生 Li Yuchun， 我们突然哇，很兴奋。 为什么？因为其实像台湾超级女生呢，也是一个很让人注重的一个比赛，有点像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我大家不知道，他比超级星光大道来的更加的专，我觉得啦，更加的专。是，就是因为中国很大，要唱歌人很多，所以你想象他可能从几万人里面挑出那么一个冠军是很辛苦的。所以这个人出来，他肯定是有一定的实力，会掀起风潮。可是反而就像刚刚我们说李宇春，他现在好像比较安静。 对，就可能他的hype已经，因为有后浪要推前浪了。对，可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浪好像也没有起得很高。后来那个张靓颖啊，周笔畅都还好而已哦。对对对，周笔畅最近才刚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他走的路线也没有到他的特色。譬如说像今天我们要聊张芸京努力，张芸京。 他就是一个很男生的个性，出来他唱声音跟唱的歌是很那种很他的个性的，可是周笔畅是很 pop，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谁都可以唱，为什么周笔畅？你知道吗？每个人都会觉得你的声音要辨识度，你歌手要特质，周笔畅这个就有点强。反而张芸京，你有访问他吗？没有，不过就是大概有知道。 他的歌啦，有听过。你喜欢黑裙子，对不对？还好，还好哦，还好啊。黑裙子好听啊，不错，开始聊了。可是说到就是 OK， 李宇春、周笔畅，然后现在我们要聊的张芸京，还有刘力扬，他们都有个特色，就是很中性，对，很中性。你觉得这是魅力吗？还是就是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过来的歌手都是中性的，都是走这个路线的？ 因为市场缺乏吧，我觉得以一个商人的角度来说，就是我觉得新加坡今天少这个火的话，我去从那个地方搬这边过来。因为中国人口很多，你要他找天天碎碎跳跳，你以为他们没有吗？十万个排在那边，很多的。而且现在因为开放之后发展，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特色都有，可是他们那边的这种中性特质的比较强。就所谓的。 讲难听点是比较凶，他们够凶。台湾的女生你要她这样子不够凶，新加坡的中文不好，是是是，没有被打。不是不是，我要表达是如果她要凶，她就是要有那个点。可是她就是中国女生，她们这一点真的是比较强。我们刚才就在聊，就是觉得很怪，为什么台湾倒没有这种类型的出来？对啊，最接近可能潘美辰之后，潘美辰就断了很久很久，她一个 ella， 对。 ella其实也不算了，对，她也是Q，对呀，就可能台湾本土他们不喜欢这样的女生，他们叫恐龙妹吧，这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有什么男生喜欢，可是中国他们喜欢这种女生，就是他们觉得这种女生开始才是 trend， 对，是一个潮流的开始。反刘力扬其实也蛮女生的，我觉得。我刚刚听说，我觉得她只是头发短了一点，声音沉了一点，可是她其实还蛮女生。张芸京就比较。 就真的是蛮美的哦，那个感觉，我其中看了照片，我也是男生哎，他跟陈柏宇跟陈伟霆那对对对白起，两个长一样嘛，对对对啊，不差吗？没有差，对。可是这样子，他们会有优势吗？就是如果要成为下一代的，就是领导那个综艺乐团的新人，够凶，气势够强，真的真的，这个很重要，你摆出来，你要能够压场，对，你那种碎碎的，你除非有舞裙跟你够。 嗲，你那个东西这样弯下来，他够嗲的，然后压场，可是他们不用，他们一站出来唱歌，声音出来，大家就紧，这是压场能力，他们可能会有。不过张芸京，我觉得他这张专辑太过于偏向每一个作词作曲人的特色，因为他是以大牌为主，他这次有五月天啊，有很多的那些才俊啊，什么大牌歌手压着，所以整张专辑你一看就哇，这么多大牌写的歌。 可是他唱谁的歌，就像谁，对，所以特色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还是有一点点。刘力扬，
有一点近。你把双子星的主题曲啊，我这么你会拿到比较不红的记载大制作咯。但是后期被骂的时候比较至少那首歌有我现在副歌还有一点印象，是不是每天题题目光年好像是啊，对对对，要不要哼一下？我想想，我想想，寂寞应该是寂寞光年。糟糕，所以这个就是缺点了啦，就歌让人家没有办法有印象，对不对？其实他一开始的时候跟林宥嘉那首那个传说，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的，那个 OK， 对，他有，因为他的声音跟林宥嘉的合在一起很圆哦。她声音是滑滑的，很圆很舒服型的一把女生，所以比较反而她是 OK 了，她 OK 了，可是还没有到那种天后了，她可能还是在 B 咖那一届，然后张芸京一出来就是 B 咖的 top， 随时会超越 A 咖，因为她的气势很强，很强，破天荒就破天荒的事。OK， 好，下一个环节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本土新加坡的新人有没有机会，别走开。